你问，你问。就都毋是呾干干个代志，只是恰恰袂当将伊放袂记。你爱明白就都意义，自言自言拢是真理。啊，因确醒你真自己，永远是无改变的。光明灿烂的自己。哦，这段吼，咱的老师，这是咱老师，嗯，季风波老师，甲咱，哦，自己想到的这个主文，啊，这个标题是有真意义吼。啊，头一段，哦，是要甲咱讲吼，叫咱就是讲，咱修道不是三工两工的代志，其实修道是一世人的代志，啊，嘛是讲，叫咱着爱知影。修道的意义爱明白吼，所以讲咱老师有甲咱讲一句话吼，因为吼我感觉这句是真好，所以讲吼时常会提出来讲。吼老师有甲咱讲哦，咱修道办道，伊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放下一切自我的执着，恢复本来纯净的天性啦吼。啊，所以讲。